感觉也不像啊，感觉还会卡死。我认得带着他的雷达下来了。我们现在应该叫雷达，然后分头走，对吧？然后一人带一堆的防御公司，所以我们现在要烧一堆的铁。最好还是骑个空鸟什么的。诶，先要有空鸟，我是觉得空鸟不一定必要的，人走路其实蛮快的。嗯，我没有看到这个湖底洞在哪，奇怪。看哪，没有好久。这也有一个洞，先去挖一点东西好了。挖一点，有一个啊，有一个什么？想先去扫。会死吧？祝福你！你看，三峡这是苏帆很适合。每周报。我们做活人的都喜欢自己来，没关系，他喜欢赤裸裸的跟美洲豹一起。有啊，他有穿装备啊，赤裸裸的。鳄鱼在我旁边，怕的敲一点是可以敲一点，梳头梳头需要梳头，很多石头好香。这里有个洞。这洞附近还蛮多洞的。那怎么啊？看他地图上有没有标。会不会拉倒了？我
遇到熊了，救命哦！哎、欸，我卡住了，太阳。我还没有不见啊、哦，吓死我了！那我只有三根石头剑，用完了吗？哦，你打死就好了。刚那么大声，还以为你要死了。哦，因为我没有剑啊。用刀剑。哦，那我死定了。定，我刚挖到一个，挖到哪里去？看到了，跑！对，我自己绕，你都不知道自己绕来。我在这。我今天的手没有完了吗？没啊。没有啊，不然那个灯就亮。亮。我总要先做个重生点吧。那你会怕死吗？会呀，这我可不怕。那你做的事情很多都在送死。没有啊，这是在体验人生。他是在给别人添麻烦。的。那天孔鸟叫啊，孔鸟嘞。我身上吧。嗯，啊，开通了。通在哪？开五个。在下面。啊！扭伤了。啊！听到了。那我听到你。我觉得这块地方好眼熟，上次是不是哪一次住在这里？你做个，已经受力好了。嗯，不走。嗯，你看，没做爆。不到啊，他在被草丛挡住了。我怕我的阿孔走丢。
啊，很多的木头。嗯，对啊。嗯，我在。哎，快饿死了。哦。然后，来到家，该可以做了，我要会做了。哎呀，老娘！篝火放在，没放。哦，还没放，而且挖一些土矿，又挖一些煤矿。挖什么？煤矿。哦，从我那边分就好了，再有事情。哎，是不是要应该要烧一些那个炭，木炭？哦，对吧？要弄水。哇！先解决好了。这西瓜掉了。现在罢工啊。嗯。就这样子，用皮革做一点。先做一点那个绳索起来。那些虫鸟等一下可以利用。嗯。那两只没有要起。那迅速装应该跑算很快。边跑边跳，几乎都不会耗体力。带蜂鸟有点麻烦，带蜂鸟等于是你要围墙，然后再把它们吊起。还好吧。啊，所以你带呀？那还好，你带。嗯，我觉得也不好。但是，嗯。这里有十个铁了。当当当！哎
你现在我想活过一次，这样子。应该做三天就可以。嗯，捞了一堆的纤维。做了几只了？啊、嗯，做的，不错。哦，纤维，我太危险了吧。真的，你的仓没有送回去？没有啊。然后底下有没有一直还没看？我就是没毛笔，我在出来狩猎，但没有过。我身上有毛笔啊。好点。先做。乱扫。这很多纤维。嗯，我不是放了400个。水虫跟赤药草做了吗？还没。对。换做水虫，打开生鲜袋。
你要几个枪？那一人带四个吗？四个应该够。三个就够。哦。啊，上次跟你讲水枪，然后今天下雨。那带着多带一个备用的。啊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那我会吃到饲料盒的饭。雨停了。啊。谁？护手跟绳子都够。没关系，但这个木头不够。对。黑纤维。所以就点。它给我跑掉了。哦，好。我跑哪去了？啊！还一点点。差点被你压死！要上传吗？不用吧，光修理就没时间了。阿孔跑哪去了？嗯，阿孔呢？在外面。妈妈在墙壁上。我没看到，哪去？因为捡了吗？就那个。哎呀！你有看到阿孔吗？对，是，在找。你走进洞。嗯，看，我没注意。
你觉得我扔的是干嘛？本来是想吃多一点肉的，说找不到，找不到肉可以吃，找不到动物，在这里。嗯，在后山上。对啊。哦。木棍也带着。用木头。先放一下木头。那里慢慢走下来。很烦呀。臭阿孔，那他为什么会走那么慢？知道。要睡觉吗？要睡觉时间了吗？嗯，总之我要先把我的雷达叫下来。雷达，好了，四个，做完了。怎么那么容易不见啊？那就下雨。带一个赛罗跳跳。好，那留一些肉给我。好。那另外一边的肉你也拿一些吧。多了。都三个。你的熔炉要记得带走。不知道谁。还有那个。我要带点肉。带点木头。要好重。这铁棒这个都帮你。这个树枝，我不要带了。那你吧，那你自己啊，你不是分头走吗？那点煤矿，我有带煤矿啊，不要带那么多，带二够。其实你还可以再做一张床，那就带床不好了，留一张就好了。好。那你自己带床了？嗯？那你没有带啊？还没拿。那你们是说带一张走？那你就拿一张走啊。我已经做了一张出来了。那你要拿走哪一张？我要拿另外一张。我要记点在另外一张。
捞这个。哦。捞。他是哪个点？我现在人在那里。哎、欸，左上角那边要从哪里通过去啊？这个吧 ，I 六吧。嗯。或者一个去雪山，一个去 I 六，不，一个去 J 五跟 H 四。妈。不行了。那你要去哪边？我去啊，还是我们一起先去追舞？可以啊，然后再分头。走回到交换界面要带吗？不要吧，太早了。嗯，只有一个哎，是不是应该做两个？一个一个。可以啊。那再下一个。应该也可以再做个吧。还没有够吗？我要去看一下诊所吧。哦，我有那个，等一下，我有纤维。哦，纤维刚刚好够。哦。嗯。红鸟快长大没？不可能，还有一半。快长大，红鸟。不要等点红鸟，应该蛮久。因为我觉得去沙漠的话，或者是。沙漠好像也还好啊，那边沙漠好像也没什么打怪。对，雪山其实也没什么打怪，就是狗那边打怪，就还好。还好。好。反正追乌的搞不好比较饿，比较尴尬。真的是这样。嗯，你出发了吗？哦，啊、哦我来了。哎呀，这，很不开阔，这里。应该刚刚好。我少做一个夹。嗯。啊。你少做一个。夹。还是你那有五个夹吗？那我再试试。少做一个夹。我自己觉得三个就够了。你过来了吗？正在走路，快到了。我想说，你可以帮我做一个墙。我已经到了，我已经看到你的墙了。
好渴啊、哦！有点这边在闪。哇，那边给你，给你补最后一下。那关起来了。少多一点。你好。哇、哦，好漂亮！拍的真好。我往你坐梯子。哎，发起。这边有熊哎、欸，就把它干掉好了。嗯。小苗，我的弓箭没有很多，等下就很多了。那波打完就很多了。来了，都是。我就爆四个六太弱了，嗯，继续四出，哇，没了！那我们确认一下墙修好。好，我们修好了。那你不是三个就可以了吗？哦，对啊，但是我这样多一个尖刺有点尴尬。哦，有人吃你的熊了。我在播哪个爆？在播熊，在对面。哦，啊？是我的吗？嗯，我被你走掉了。我看来敲骨头。那我这个先给你，没关系啊，是分头吧，接分头。嗯，然后记得做站板，站板就是避那个放雷达的。哦，哦，都会做了。
忘记这边要从哪里上去了。啊？那这边要从哪里上去？坐梯子啊。坐梯子。从上雪山的路，每次都长得一副长得会长出北极熊的脸。真的现在要去 H 十吗？对啊，下面呢、啊、？H 十啊。螃蟹要送回去。嗯。耶、yeah, ！我直接爬上来了。越比较快、啊。那我觉得等一下考不好要去你那边。我觉得那个方向指向这边。对啊。不太妙。那讨厌，我这边在下冰雹。但是我上次住的地方，好笑。洞穴在哪里啊？但这个地方很像是上次有沙虫的弄，我会跑出沙虫。应该，我有点怕呀、欸。不会吧？
要小小心心，这是最可怕的。先不要，这边找完。扫完了，需要点呢？我这扫完了不是吗？那我这人呢？哦，在地上，还行，可以。好，他的意思是随便，随便挖一个点吗？没有，在那个 F2 那里，那有个橘色圈圈，你有看到吗？方圈的。好远哦！还比较近，已经算比较近。先过去吧，我们。爸，我还在烤肉。那也要烤个肉。玩了一堆小狗，这是那个挖到
哇！扔下去。先就是究竟找个洞先睡觉，嗯，我说现实睡觉，现实找个洞睡觉，现实找个洞睡，没错，那是一点半，那我这边要怎么过去啊？那附近好像有早上，哦，那有个洞，那有开过了吗？哪里？我不要那个洞，没有吧？那个我走过，西市可以吗？玉山那个我走过，哦，那就可以吧。我不用开就不行的话，你再等。说对不起，你就只能从西市那边绕上。嗯。不要先脑洞下线吗？走到那边啊。这边太错了。嗯。好吧，先下山。可以走到那个通道的地方。通道有熊啊！哦，但我刚刚才干掉他了，但是不保证他狂闪。哦，明天这个就很无聊了，明天就是走到地点之后，然后开始踩挖一级，然后就开始对。今天我们先去吃饭，然后就是把它放着挖。但人有可能会闯下去。哦，真的不不不不不不不，快走快走快走，杀虫来了！我听到地板在震动，快吓死！呜呜呜！地方，这里面是可以住的地方吗？那可以吧？你用了要放什么东西吧？哎呦，好痛！看我的腿腿断了。这里面有奇怪的。买珠宝。那我在这个洞等你们吗？还是怎么？就直接的。对啊，就直接先下线啊。知道啊，先休息。点半。我走过去一点，洞的尽头在哪里啊？那边吗？
把菜肉酱放出来。吃肉，吃肉，身上也要没有食物了。不是你最近的洞在哪里的来着？唉。放了重复。这里最近的洞，我有一点可恶在上面。发车。哎，爬回去。啊，我看一下下面。啊，那我先关掉了。啊，好。哦，去上面那个洞好了。我去下面那个洞。追六。边的洞没开呀、啊？哪边的洞？你在哪里啊？有。那里没有开。哇！好的，喝水了。喝水。但是这里，那里怎么会没有开？哎呀，那里不就是我们打冰风暴的地方吗？就是打虫的地方啊。对。笑死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不是不是，有开吧？不可能吧？断开了，你走错洞了吧？破土。那个洞白，那个洞没有通吧？破土。那个洞。不可能也没有通吧？那通我没有打过啊。那洞不是星星没有字，嗯。我进来。B 九哎。哦 ，B 吗 ？B B A B C 不是一吗？猪九。猪九。猪啊。那应该有通吧？通的通的。那里我们都打过。你觉得好眼熟的洞？感觉像是。刚看就是有一个山挡住。啊，我是不是走不通？我要找洞妹啊！回头秀，你在哪里啊？在 J 六。那错综复杂的，我也不知道到底在上面还是下面，我要绕一下。干旱之风。在哪里？那个下面吧。你是要去哪个洞？你要去我们原本那个洞吗？对啊，追六没？我刚不是说追六？哦。就说这坨石头有点错综复杂，我要找一下洞的洞口在哪里。哦，这里我们刚的家很近啊。没关系啊，就在这边就好了。哦。啊，长出虫了。下线，拜拜。这边等下线了吗？还没。赶快下线。就等，就等。